小伙伴们大家好，说起肖战，相信很多人对他是比较熟悉了，甚至他还是不少网友心中的男神。在去年他可以说是相当火了，和王一博主演的电视剧《陈情令》火爆全网，深受观众的喜欢，也是因此彻底打响了他的知名度，一夜之间成为大家的老公。然而在前段时间因肖战粉丝引发的 AO3 事件也是让人十分关注了。据爆料表示，肖战因这件事失去了很多资源，甚至很多家代言都取消了与他的合作，可以说这次事情对肖战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。不过最近又可以看到肖战活跃在荧幕前了，和杨紫主演的电视剧《余生请多指教》也准备开播了，可以说作为流量小生的他又回来了。当中在一次采访中，肖战就被赤裸裸地问到 AO3 事件对你影响多大，听到这个问题，肖战很爽快地回答六个字，表示已经处理好了。可以说这个回答是让人很意外，原本还以为他会责怪粉丝。那么看完，你觉得肖战在心里会怪粉丝吗？欢迎留言评论。